各位实在实在的嘉宾们，我们今年元月十九开始，特别是孔三公百年纪念大展，我们除了对他的文物了解，更重要的是了解他的内涵。那他的内涵呢，特别是他在山林上面，古器物学，还有经文，特别是他的经学。那经学里面呢，特别是他在欧洲八国里面呢，他有讲过儒学与经济，孔子的教育思想。孔子的政治思想，那我们今天特别是就孔子的教育思想跟孔子的政治思想，来看看孔三公孔德成先生呢怎么看待他的祖先孔子的这种内涵。话说啊，公元497年呢，孔子在鲁国的大司寇，政绩非常的斐然，可是不敌国内小人的抵触啊，所以他黯然的离开鲁国，周游列国14年，经过了曹国、宋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摄国、楚国、魏国，最后无功而返，回到了鲁国。那在这漫长的14年当中，孔子周游列国啊，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个，不管是道德学问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，所以他回到鲁国啊，才能够三思书、定礼乐、占周易、修春秋，是国际公认的，而且各国很多人呢、都来跟孔子来学习，造成一个书生的盛况。那在公元1984年呢、他的77代嫡长孙呢、孔德成先生呢、65岁。也呢踏着他先祖的足迹啊，这一次啊是周游列国，可是他周游是中国以外的列国，到了欧洲的八国，前后27天，经过了荷兰、比利时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梵蒂冈等等。那在这八国当中啊，颇受好评，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交。那我们特别整理了在荷兰以及比利时的演讲，就是孔子的教育思想跟孔子的政治思想，来作为孔三公百年纪念大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专题。那孔三公在这演讲里面呢，他引了《论语》来解释孔子的政治跟教育的思想。那《论语》里面，我们特别是就学儒老人来解释的《论语》啊，支持孔三公孔德成先生呢这种演讲的内涵。先说到孔子的教育思想跟孔子的政治思想，是孔子思想里面呢最重要的思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孔子一生呢就是要办政治跟办教育。办政治啊，是一个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，让各行各业能够发展。更重要的是办教育。因为办教育啊，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，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，培养办政治的人才，培养弘扬道统的人才，让国家能长治久安，更让民主能延续。所以这两个思想又是孔子思想里面最重要的思想。孔德成先生呢，我们学宫跟康有为都尊称他是上公，上公就是一等公爵。那这个从宋仁宗开始，800年前宋仁宗封孔子的后代衍圣公啊，就是一等的公爵。孔上公啊，他就说到儒家的思想是中国思想的主流，真的在孔子过世以后，他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主流。那孔子是儒家学派的中心人物，儒家这个儒啊，并不是指孔子的学说，儒家的儒啊，在周礼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讲办教育的官，办教育最高的长官叫做廉师儒，各地的办教育的叫做师儒啊，儒学啊就代表是一个办教育的。后来这个儒啊，就专门指孔子的这个思想，这个儒家学派啊，正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正统。可是我们要说说啊，孔子在讲到政治思想、教育思想，他所主张的这些概念呢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话说啊，当时孔子是到春秋末期，那个时候呢，贵族制度在宗法制度跟阶级制度这两个制度摇摇欲坠，所以贵族在衰败当中，由贵族所主持的政治跟社会
也在纷扰跟动乱当中，世道人心啊是难以维持。孔子呢，当时在春秋末期的时候啊，他为了要拯救这个世道人心，拯救世道人心呢，要透过办政治跟办教育。那拯救世道人心呢，可是往往是无功而返。为什么无功而返呢？因为各国讲的是一个强兵霸权的思想，好，并不是一个王道的思想。那孔子特别在他周游列国回到鲁国的时候呢，他在鲁国呢是好好的来办教育。他知道我有办教育啊，后面出人才以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人才来办政治，让这个春秋的乱世的局面呢得以改善。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啊，要特别说孔子的教育思想，接着我们再来谈孔子的这个政治思想。那我们当时啊，有去过山东参访，我们到了朱氏书院。朱氏书院呢，当时就是孔子回到鲁国三四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地方，也是他讲学的地方。那里环境优美，景色宜人。那这个孔子啊，在当时这个开创了平民教育，让受教的人呢都能够像享受贵族般的待遇。你要知道，古代在春秋那个时代，春秋往上算那个时代，教育都在贵族的手里，叫王官，就是典籍啊都保留在王跟官。王就是指天子，官呢、王也可以指诸侯，官就是指这个天子跟诸侯的这些官员，掌管的这些典籍，也掌管了这个教育。所以贵族们享有教育，平民是没有的。那平民要受教育啊，在当时的环境是几乎很难不可能的。孔子是开创平民教育之先河，而且是以道统来传承，所以大家尊称孔子啊是万世师表。这万世师表也是康熙23年的时候，康熙皇帝亲自提贬的。那我们先说说啊，孔子他教育的这个目的跟方法。因为孔子他的本质还是办教育。其实孔子办教育啊，早就有预告。因为他在魏国的时候，魏国的宜丰人啊，就说二三子何患于商乎？天下无道也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可见孔子会以传道的木铎、来作为他未来对世道人心的贡献。孔子的周游列国，他其实以他深通易经呢，他早就知道不会有成。那之所以还要周游列国，一方面是表达他知其不可而为的决心，一方面也是带着弟子们出去历练，所以这些弟子们回来是一个人才，才能够、承接这个道统，并且往下延续。他的培养人才啊，是大家公认的。所以我要先说，教育是要培养人才的。那他的培养人才啊，都让这些年轻人很早就能出人头地的。比如说子游是年纪20几岁就成为武臣宰，夫子建也是20几岁就成为善父的县令，子夏也做过橘夫宰，仲弓也做过废邑宰，展伯纽也做过中都宰，乃至于冉求跟子路也做过季孙大夫的家臣，实际掌握鲁国的政治。所以孔子的教育是可以培养出人才的教育，是有格局的教育，是有内涵的教育。而且孔子到武城的时候，听到这个弦歌之声啊，都说歌姬焉用牛刀，意思说他的办政治啊，是一个很有内涵的政治。而且到善父的时候，他觉得夫子建办的这个宪政呢，简直是公同尧舜，所以孔子教育啊，我首先一定要说的就是，孔子的教育是可以培养精英的教育。我们再来看孔子的教育的目的跟教育的方法，大家才会有兴趣的往下听。第一个呢，谈到他教育的目的，教育的目的啊，
重点啊，孔子目的是在培养有公心的人才，因为你有公心的 人才啊，你才会谋造大家的出路。你如果没有公心的人才啊，那你这个人才是自私的，你会祸国殃民。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，为了民族能够延续，那一定要培养有公心的人才。那你说各行各业的发展呢？各行各业的发展自然就在其中。请问各行各业的发展要不要安定的环境？要不要上轨道的政治？当然要嘛。所以你一定要先掌握核心。教育的目的既然是以公心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多处强调人，58处的强调人。那这强调人当中啊，其中孔尚公啊，他列了几条。第一个叫做君子去人呜呼成名，就是这个君子啊，应该说是一个入世的领导者，他是一个政治的领导者，风气的领导者，甚至可以说是教育的领导者，或者是各行各业的领导者，都可以叫做君子。因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一定要君子来干啊，否则各行各业不会有未来的发展。但是这个君子啊，如果离开了人，人是君子的本质，如果离开了人心，呜呼成名，是成不了君子的名。可见君子的名要有人的职。君子呢，要怎么行人呢？就是无中食之间为人，连吃一顿饭之间，也不会违背人心。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造次是很紧急的时候，颠沛是很危险的时候，都是维持人心。意思就是说，这种人是很有使命感的，而且很坚持到底的，是一种牛人。这个是精英的特色，精英的特色就是很坚持。难怪曾子说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是那种连一顿饭都不能离开人心，连紧急危险都不离开。可见那是很坚持的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就很在意的要让这个人心能够延续，能够依人心来办事情，依人心来充实自己，依人心来利益他人。所以为什么说叫力行近乎人，就是说这个人是可以贯彻到底的。第二个孔尚公举的就是当仁不让于师，人就是这个人的事业，意思是说弟子们唯有去承担，不让于师，就不必礼让于师。我们一般来讲说走路的时候要不要让礼让于师？要啊，要不急行于先长，要徐行于后长，吃饭的时候要不要礼让老师？要啊，有酒事先生传，对不对？这些生活上的礼节当然是要讲究礼让，长者先幼者后，可是当仁不让，当仁不让就说你一定要去承担，你唯有去承担，你才能够历练历练你的心智，历练你的学习，历练你的对经学的了解。唯有历练，你才是人才，你才有能耐将来超过老师的能耐。老师都很喜欢学生超越他，就像父母很喜欢子女有成就一样，可是没有历练，你绝不会超过你的前辈。所以当仁不让于师，那就是一种承担，承担太重要了。有承担的人，这个学习，才是真正的稳固相。孔尚公又举了说，真正的人，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己欲立而立人是讲一个内涵的充实，己欲达而达人，是讲一个能力的成就。意思就是说，一个精英，他一定要重视他的内涵，一定要学习他的能力。那唯有你有内涵，你有能力，你才能够带领团队，才能够领导风气。那你的内涵会让你不变质，你的能力会让你把事情办好。那这个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就是说你会给人家机会，你机会会给人家的，而且你这种你会把周遭的人训练成精英团队。换句话说，精英，不是只有自己是精英。立人达人就是让人家成为精英，让人家成为有能力的人，这才是真正帮助他，给他出路。所以教育的目的，目的就是培养有公心的人才，而且是能够帮助别人成长的人才，是能够成就人才团队的人才，这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。
所以孔尚公在举中庸说修道以仁，我们一般谈修道啊，很多人认为的修道一定要到山里面修行去成仙，但这里的修道更特别讲以仁，仁就是说你的心态，修道最重要是心态，所以我们一般说修道就是修心，心态是人心，是公心，所以叫修道谓之教，教就是整个教育啊，就是要让大家去修道，充实内涵，但是内涵里面呢，更重要是人心，因为你的人心有了，你内涵越充实，对自己越有利，对众生越有利，对国家越有利，对民族越有利，那这是以上教育的目的。第二个呢，谈到的是教育的方法，孔子的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孔子注重的是以身作则，直思人格感化，所以孔尚公举了《论语》的子路说，其身正不令而行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，这是孔子跟季康子说的。其就是你是领导别人的人，或者你是老师，或者是你是政治人物，或者是各行各业的领导人，这个叫其，其身正不令而行，这个正里面还包括我以身作则，可是以身作则里面除了你的品德以身作则更重要，品德之外还有你的能力，你的能力对方才会佩服你。好，那这个能力里面包括什么？包括说你做事情的方法，包括你对他的认识，包括你对事情的了解，都是你的能力，包括你自己自我的充实，你的知识的领域，这都是你的能力。你这个正啊，如果是范围越广的正，对方越佩服你，不管你是身形的正、心形的正，还包括你的做法是合理的，你是有效率的，而不是那个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的。那不令而行，你就算不去命令他，他也会行，行就是他会佩服你的，他会跟着你的，所以不令而行。那其身不正呢？不正里面呢，当然最重要的不正就是品德很糟糕，自私自利，虽令不从，你虽然教他怎么做啊，你能力再好都没有用，叫他怎么做他就是要么就是跟你唱反调，要么就是阳奉阴违，所以叫虽令不从。以前在纣王或者是在季康子那个时代里面呢，就是虽令不从，季康子三令五申要老百姓不要犯法，老百姓偏偏犯法，所以盗贼很多，所以才叫做季康子换盗，换盗就是国内盗贼太多，这叫做其身不正。又特别跟季康子说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，子呢就是指季康子，你如果表率是正，请问孰敢不正？孰里面就是大家，你领导的大家，孰敢不正里面包括三种状况。第一种呢是这个人本身极正，第二种呢是因为你正所以他接受改变，第三个呢孰敢不正呢，虽然他还是一个不正之人，可是他不敢妄为，这三种人都有。礼运大同篇、孔子也说没有能力把所有天下人都教好，所以礼运大同说谋必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就是计谋不敢出来而已，盗窃乱贼啊，不敢妄为这样而已，就是有些人你怎么教化都没有用，像小人只是他不敢妄为，叫做孰敢不正。所以国家里面有三种人，第一种本身就正，第二种人因为你正他才正，第三种人就算不正啊，他也不敢不正，都是天下太平所领导的人。这里面既然讲到的是一种以身作则，还有呢言行上要讲究的以身作则，就是此其言而过其行，就言语啊，不能说五分，然后做两三分，这个是很丢脸的。所以其身正面包括你的品德，包括你的能力，孔尚公说还包括言行，言行就是不能做得少说得多，宁可做得多说得少，雪公老师说甚至不说也可以，因为大家有眼睛会看的。可是你如果要跟他要叫大家跟着你做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说也是可以的。那
比如说领导人激励大家，给大家方向，给大家理想，然后激励大家未来要做的蓝图，这种说是可以的。但是说我做的很多，但是事实上做的很少，或是夸耀自己的功劳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所以教育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以身作则，再来呢，就是要有教无类，就是不管他是贤、愚、智、不孝、贫富都可以，只要他怎么样，只要他自行素修以上，无未尝无悔焉，就是能够行素修之礼，有礼节的，表现礼节的，或者是心里面可以约束自己的。再来呢，第三个呢，还要讲究的是因材施教。你看孔子教育方法真好，因材施教里面，孔尚公举了一些蛮有趣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叫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施仁。这个人可以跟他说，可以跟他说，比如说这个人是有悟性的，能受教的，是品德好的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你不好好的教诲他，失仁，失了人才。可是这里面你要知道，你本身啊，一定要是人才，你才有办法把学生教成人才。你本身不是人才，你怎么可能把学生教成人才？所以有能耐的老师未必把学生教成人才。你看孔门弟子3000弟子也只不过72贤，但是糊涂蛋的老师啊，绝对可以把学生教成糊涂蛋。所以这教书这件事情呢，教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。那叫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，不可与之言啊，这个人质地不好，或者是这个人啊根本不想听你的，或者是这个人啊根本连学的好要心好奇心都没有，叫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你偏偏要教他，这叫失言。失言就是浪费时间，浪费语言。还有个最可怕的失言，就是得罪人。得罪人就是说这个人根本不受教，你有时候教育甚至责备他，你得罪他。许公老师在常理举要说，君子你得罪他，大家好来好去；小人你得罪他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。因材施教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章，这一章叫做中人以上可以欲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也。孔尚公举的这几条《论语》都非常棒，可见他对《论语》非常的了解，所以他可以举出来很切合主题的《论语》章句。中人以上，就是讲说这个领悟力，质地他一定要有质地，没有质地越教越坏，一定要有质地。但是这里的中人特别讲领悟力，领悟力在中等以上的人可以欲上，可以欲上啊，这里面包括说形而上也可以叫做欲上，还有抽象的概念，抽象的概念也要有领悟力，还有各种学说领域的上阶层的，还有讲到心法的，都是上的，一定要领悟力要中人以上。那中人以下呢，中人以下就是领悟力不足的啊，领悟力不足的，像什么高才啊，曾参刚进孔门的时候叫才也愚，身也鲁，这种人啊，中人以下不可以欲上也，欲上没办法讲这些心法，讲这些形而上，讲各领域的上层，没有办法讲这个抽象的概念，所以要慢慢来。以上啊是讲到因材施教，因你的才质，因你的质地，因你的才情来说。那下面跟讲到说，孔子在因材施教当中还讲究契机，针对不同的人的因缘来说。所以因材施教有两种的因材施教，第一种因材施教要看这个人质地，要看这个人的悟性；第二种的因材施教要看机，要看这个人的因缘。孔子的教育啊，叫做面面俱到，因材施教是面面俱到。你看孔尚公怎么举例呢？举问孝来说，孔子对孟义子就答无为，无为就是你不要违背你爸爸的意思，你爸爸要你学历，你不要违背他，更特别是你学历啊，你这个王公贵族，你不要僭越，僭越是所有礼里面啊
最糟糕的、最违反礼的就是僭越。你是大夫，你竟然僭越，你把你自己当成国君，把你自己当成天子，那是最大的僭越。孔子对于这个子游啊说，孝道要敬仰，敬仰就是说犬马都会服务主人，儿子孝顺父母如果没有敬，跟犬马去养主人还不是一样。孔子对子夏说，另外一种讲法，你就算很恭敬的给父母亲各种的享受，可是脸色要好看。所以要看孔子不同的打法里面呢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解释，像孝道完整的解释。举例来说，问人呢也很有趣哦，比如说对着樊迟说爱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樊迟在做官，所以爱人很重要。你为官一定要爱老百姓，要把老百姓当家人一样。中国人呢，在办政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，你一定要把国当成家来经营，你要把老百姓当成家人来看待。所以老百姓如果有恶殍在道的人，你要想成家人饿死在外面，横死在外面，那种心痛的感觉。所以为什么周文王或者是禹看到这样的状况都认为是自己害他们的。对颜回说，克己复礼为仁，因为颜回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人，所以克己复礼，复礼就是说用礼来实践人道。而且礼真正不好讲的，你真正运用礼，运用到出神入化，那不是普通人。克己呢，是把自己的罪跟过不断的对峙，最后从这个人心，行人是没有过失的人心。你看呢，对颜回那是最高的期望，最高的引导。对司马牛呢，说人是其言也正，为什么？因为司马牛他哥哥要谋反，他如果到处跟人家说他哥哥要谋反，糟糕，凡是听到他哥哥要谋反的人，他哥哥会不会对那些人下毒手？会啊。所以叫做其言也正，就是说你要替别人着想，你不要随便把这种事情讲给别人听，会变成人家的灾难。所以其言也正啊，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嘴巴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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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讲，殊不知有时候那个人不应该听那个话的时候，你是给人家为难。再来呢，对子张讲的是公宽信敏惠。子张是一个大才，宽阔的大才，所以孔子跟他讲一个开阔的气象，就是说你行人啊，你这个行人要公，公就是说你对别人是很周到的，你不轻佻的，所以别人不会羞辱你。你是宽，宽就是说你呢能够将心比心的待他，所以他愿意跟着你，宽则得众。那你是信，就是你这个人有信用，人家就会对你信任。你若是敏呢，敏就是很有悟性，那你办事情啊，你一定会做得好。那你如果是惠呢，你给人家恩惠呢，你差遣人家，人家一定很高兴。像周文王给老百姓很多的恩惠，周文王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他想盖一个露台，就是说那个花园来安老，老百姓一听不得了，赶快连夜的赶工把周文王的这个花园做好。周文王也没有叫老百姓 要赶工，也没有就是来做也可以，不来做也可以，跟老百姓拼命的赶工。为什么？叫惠则足以使人。以上呢是讲到教育的方法里面的第三个因材施教。因材施教里面讲两个，第一个呢是看他的质地，看他的悟性；第二个是弃他的机，看他的因缘来回答。比如说他是为官的，那就讲为官的话；他是为老百姓的，就讲老百姓的话。第四个呢是讲究启发式的教学法。启发式的教学法里面，孔尚公举的是述而篇的。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愤就是说你心里面很想懂，那我就启。启发，启也是启发，发也是启发，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互文。这个人很想懂，那你就可以启发他。这个人悱呢，就是很想讲得清楚，那你就可以启发他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教育有两种人啊，很重要。第一种是他很想弄懂的人，你教他才有用。很想弄的人，更重要的是嘴巴要说得出来。所以启发，第一个是心里面他想弄懂的，帮助他弄懂；第二个帮助他嘴巴
把这个道理说得明白。方法是什么？你看孔子《论语》学如兰说，读《论语》越读越棒，《论语》呢少文涉多语，文字只有几个字，但是各种的道理都说得明白，不像现代的文章啊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啊，交代不详。启发的方法叫做举一语不以三语反则不复矣，就是叫做举一反三。我们成语的举一反三就出自《论语》，很多的成语都是出自于《论语》，只是大家习焉而不察。那我用的方法是什么？用的方法就是举一反三。换句话说，你一定要懂得同理可证。你要用这个道理来推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用这个道理来推其他的，叫同理可证。那同理可证呢，你没有办法同理可证，表示你对这个道理没懂过。像数学里面公式，为什么这公式可以发展很做很多的题目，各色各样的题目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做，你不会，表示你这对这公式啊没有真正的弄懂。所以我举一个，你不能反三个，你不能同理可证啊，则不复也，就不要再给你启发。意思说再怎么讲你都不会弄懂，那这时候可能要讲浅一点的，不要先讲那么深的。以上呢就是孔上公啊举他的先祖孔子教育的目的，就是把人培养成有公心的人才，这个人才是能办事的，而且是能把周遭的人培养成人才的。像范增之也是一样，范增之就是让他历练这个位置，让他成为人才。办教育也是一样，透过这个讨论讲课以及这些论证，也是把弟子们培养成人才。那教育的方法呢，就是着重以身作则，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还有启发式的教学。以上是孔子的教育思想。好，现在呢来看看孔子的政治思想。应该要说到的是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？孔上公说啊，孔子那个时候是鲁定公的时候，那时候三家大夫已经掌权四代，鲁国的国君到鲁定公的时候啊，已经失权五代，就是五代不做主了。从鲁宣公、鲁成公、鲁襄公、鲁昭公、鲁定公这五个公啊，已经做不了主了。大夫掌权啊，已经四代了，是季文子、季武子、季平子、季桓子。孔子那个时候是鲁定公，孔子是鲁定公十三年才周游列国，鲁定公到十五年才过世。当时的掌权的大夫啊，鲁国是季桓子，已经四代了。孔子说，大夫执政啊，就是霸权的大夫，不把国君看在眼里的大夫啊，大概五代，顶多五代。所以已经到四代，孔子说三桓危矣，就三家大夫危险了，已经到第四代了。这在说明什么呢？这在说明整个贵族制度已经在崩解的状态，整个社会呢，平民慢慢的可以出人头地了。所以孔子为什么在那个时机讲学是很有道理，孔子叫做圣之始者也。为什么那时候开创平民教育？因为那时候贵族快要垮台了。春秋里面孔子说，诸侯如果不听周天子，如果是时代的话，大概也会慢慢的失国。所以你看春秋很多的国家 在周天子时代以后，慢慢的国家都开始乱了，齐国也被姓田的来取代了，贵族也没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孔子办教育培养庶民，让庶民有出人头地的机会，这叫做圣之始者也。时机啊，我们那个网络教育学院叫做时在时哉。那第二个呢，是当时的环境呢也很糟糕。子弑父陈弑君，陈弑君啊，就国陈子把国君杀掉，在春秋的时候有三十六件，你看是很恐怖的，就各国都在大乱。贵族啊也在崩解，孔子那时候想要积极的来救世，所以周游列国。曾经到了涉国要回到楚国迷路的时候，叫子路去问路，
最后孔子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说，天下有道某不与义也，如果天下是有道的话，那我不会去改人家的道，就是因为天下无道，所以某才要义。周游列国就是要让各国上轨道，他要怎么让各国上轨道？其实孔子也是一个没落的贵族，孔子的祖先、是宋闵公，宋闵公的儿子叫做傅复和，傅复和是孔子的先祖，所以孔子是商宋人，宋朝是商朝分出来的，微子就是宋朝的开始 祖先。微子是谁呢？微子是纣王的哥哥，孔子是微子的子孙，孔子呢也是宋国宋闵公的儿子傅复和的后代，所以孔子也是没落的贵族。孔子没落的贵族啊，不但很没落，还生活上还很困苦，还要去当陈田伟吏。陈田、就是讲管牛羊的，伟吏就是会计，还要靠教书才能过生活。可见贵族都在没落，掌权的贵族也在崩解中，整个春秋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孔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呢？我拜读了孔尚公的论文、我演讲稿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他虽然写得平淡无奇，可是你用这个逻辑推理，用雪宫老师的经学见地来解，你会觉得很有道理，还引的藏句都很棒。孔子的政治思想呢，他叫做仲尼主述尧舜宪章文武。雪宫老师说主就是根本，根本处讲述的是尧舜，意思就是说整个政治最重要的就是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、换句话说整个政治里面就是一个公天下的政治。可是宪章文武光有公心也不行，还要有很多的能耐。什么能耐？叫做宪章文武，就是你要种种的政治的制度，宪章就宪法章明，就种种的政治制度，种种的政治制度，像文王武王啊，那就是几夏商周三代的精华。所以你办政治的，你不可以光只有公心，当然你还要组织人才团队，你还要有各种美好的政治制度，让国家各行各业都能上轨道。这是孔子的为政的救世主义。这里面牵涉到两个，第一个叫做德为政本，德是政治的根本，那个德不只是品德，还要包括能力。光有品德不行，光有品德啊，有时候没有能力治国也不行。我前面不是说过吗？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《论语》的为政篇里面说，为政以德，那个德啊，就是品德跟能力。为政啊，你也可以是指各行各业的领导人，你也可以是指国家的领导人。你有品德，你才能够要求廉洁；你有能力啊，你才能知人善任，你才能凝聚人才团队。而且你要有什么能力？有情绪控管的能力，还要有认知的能力，要对治种种的认知偏误。譬如北辰，北辰就是指天上的 北极星，或者是指北极星围绕的天空。那个空，雪宫老师赞成那个北极星围绕的那个天空，就代表说是无为而治。就真正最高的政治就是无为而治，无为而治完全看品德，完全看能力。就像舜是很有品德很有能力的，是从基层历练上来的。那叫居其所，就是指一个无为而治的状态，能够让他的官员们、发挥长才而众星拱之。那个星、包括臣子，包括人民，大家都拱他。拱就是围绕。为什么是拱他呢？关键在臣子以国君为中心，因为国君的品德跟能力足以领导臣子，所以臣子们只要拱围绕国君，自然老百姓就会围绕国君，这是必然的、自然的。你的朝政如果一片祥和，你的老百姓自然对国家很有向心力。你的臣子们如果在那里拉帮结派啊，宫廷内斗，你别想让老百姓拥护你，这是很简单的事。还有呢，以德为本啊，孔尚公举颜渊篇说，君子之德风，这是指孔子跟季康子说的，君子之德风。你看那个德、
君子的品德跟能力，小人之得草，下面的人这些老百姓啊，你看都讲能力哦，小人之得草，意思就是说你的能力足以让给他出路的时候，小人的能力一定会配合你。你看你让各行各业去发展的时候，各行各业是不是配合你？所以叫做一个风一个草，风往东边吹，草往西边倒，草上之风，草上那个上是家的意思，草家风，风上去的时候必掩，掩就是 往哪里倒的意思。那风往东边吹，草往西边倒，风往西边吹，草往东边倒，意思就是说这两个都是有能力的哦。可是这两个有能力的会配合，意思说当你的能力，你的品德，你的能力是正好给老百姓的出路的时候，老百姓的能力一定配合你。所以你看政治如果办得好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各行各业是不是也配合你政府欣欣向荣发展，是不是都在配合你？你政局办得不好的时候，他民间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？走势的能力，舞弊的能力，腐败的能力，奢靡的能力，逃亡的能力，把钱移到国外的能力，移民的能力，是不是？可见你不要小看人民哦，人民有他的能力哦。当你的能力是用到对的地方的时候，老百姓的能力正好通通配合你，所以一次就救上来。消沉几十年，只要一个为政者对，全部上来。还有讲到说，政者正也，也是跟嵇康子讲的。虽然它是一种公正，可是这个公正里面还包括什么呢？你看事情的角度是对的，你会分别善恶的，你有能力用人用到对的，你会取功去私的，会取实去虚的。所以那个正啊，不是说你光正而已，有些人以身作则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知人之明嘛，他没有办事的能力嘛，他不会用人嘛。那这个正有什么用呢？真正的正啊，是这种的正，子率以正，子就是指嵇康子，嵇康子率就是领导，以正，用这个正来领导的时候，孰敢不正？谁敢不正呢？这个谁敢不正？刚才我们说过了，这里面包括说本来就正的，包括是你正他才正的，还有包括是什么，就算不正的他也不敢，因为整个风气会压制他。甚至讲到说，导之以正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这都以德为正本哦，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孔三公说讲这个话的历史背景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当时整个贵族社会已经很腐败了，整个民间都是作奸犯科，所以当时是怎么样，连子产哦，子产呢都有一本书叫做刑书，怎么用刑。那晋国呢也铸那个刑鼎，那个鼎就是专门主人用的。整个春秋的风气已经坏到让你难救了，光光陈世君的就有三十六件，更何况那个子世父的，所以整个乱得不得了了。那这个乱得不得了了，大家一定想到治乱是用重典，对不对？一定那个时候是这样。可是孔子却说，导之以正，你如果引导他是用政令，齐之以刑，用刑法去整齐，让他配合政治，是不是刚才讲的用刑鼎刑书？这叫民免而无耻，老百姓呢只有苟免而已，老百姓呢没有羞耻心。为什么？当你的刑法宽的时候，老百姓就作奸犯科，而且呢，逍遥法外的人呢，他没有羞耻心，他觉得很高兴，他很侥幸的。所以这个时候风气怎么会好？那导之以德，你看那个德就很重要，品德跟能力。那你这个能力是正好是让他有出路的，所以叫做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他就会配合你。齐之以礼，齐之以礼就是用合情合理的做法，换句话说整个社会都是合情合理的，是保护好人的，是维护好风气的，这叫做有耻且格。大家呢觉得有羞耻心，而且呢是正的，格就是正，或者是格就是来。想想看孔子提这个会不会太迂腐？不会呀，很简单，风气好谁会犯罪？就是风气不好嘛，
孔子提这个很简单嘛，风气不好是谁搞出来？难道是老百姓搞出来？一定是你上回搞出来，因为搞得烂风气以后才用严刑峻法嘛。所以孔子讲的是正本清源之道。那孔子有没有用刑？孔子当然有用刑啊。孔子杀了邵正某，怎么没有用刑呢？可是孔子用刑是不得已用之，他是维护礼跟德的刑，不是专门用刑而已。专门用刑的就是上面人，他根本不会去经营风气，他只管要求下面人，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那你看怎么会好呢？所以他孔尚公还引颜渊篇说，听讼无由人也，就是打官司被告跟原告双方的这个词啊，听讼两边听，无由人也。孔子说我也跟一般人一样，比如说跟谁一样呢？跟高尧一样，跟包青天一样。可是重点不再跟他们一样，重点叫必也死无讼乎，就是以德服人，风气经营。那像陈康之治的时候监狱斩草，像王阳明的在治龙场役的时候整个没有诉讼案件，老百姓风气很好。或者是文翁，文翁就是那个蜀郡太守，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在教化的时候风气都非常好，没有讼。这就是以为政，叫做以德为本。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以德为本。第二个叫证明主义，证明主义也蛮有趣的哦。特别引一段，就是孔子去见齐景公，孔子35岁到38岁的时候到齐国去见了齐景公，齐景公问政，孔子告诉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君如果是有君之名之君之义，就是证明主义嘛，你有君之名有君之义，臣有臣之名有臣之义，父有父之名有父之义，名为父亲的要把父亲的角色演好，名为儿子的要把儿子的角色演好。这是为政的根本。意思是什么？为政的根本是什么？五伦。孔子的政治思想有两个，第一个是以德为本，以德为本就是全部看你办政治人物，你的领导者，所以领导者难辞其咎。所以季康子想要杀无道以救有道，孔子说乱源就是你，嘿嘿，这个子欲善而民善矣，你想善的时候老百姓自然善。一说你都替老百姓着想的时候，老百姓会很感动的，老百姓哪里会造反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五伦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学宫老师啊，跟醒宫老师，尤其醒宫老师现在在台中啊讲易经，好讲这个论语，特别强调五伦。中国的政治就是五伦的教化，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。齐景公也说善哉啊。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啊，有粮食也吃不下，因为都大乱嘛，都在搞对立嘛，搞权谋嘛，怎么会吃得下去呢？这里面特别也是指齐景公。齐景公那时候君不君，意思就是说臣子已经乱成这样，他也不管，尤其是陈大夫跟高大夫的内斗，那臣不臣呢？陈大夫已经酝酿反叛的势力，成不成？富不富呢？齐景公回到后宫，他的那个各姨太太们、都说我的儿子可不可以当国君，他都说可以。你看这哪里像父亲呢？那值不值呢？每一个都说我可以当国君的，每一个都培养他的实力，准备要内斗。所以你看这个朝廷还能活吗？所以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孔子的为政思想，是德为政本跟证明主义。你看孔尚公啊，很简要的把他的先祖孔子的政治思想跟教育思想啊，言简意赅的说出来，难怪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大学讲孔子教育思想，在1984年的4月26，在1984年的4月29呢，在比利时的皇家博物馆讲孔子的政治思想，难怪这么轰动，就他简要详明。那当然我们现在在看那个简要详明的东西啊，大概不会感动，
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国学的素养，如果由那雪庐老人的经学见地来做补充的话，才会说哦，孔尚公真的是一个能够在学养上非常有丰厚的君子，而且对经学的经义非常了解，所以举出这几章啊都非常的纲要。那特别做我们孔尚公百年大展的专题，希望能够造成这个大展的轰动，有缘的人啊都能够好好的来看大展，从孔尚公的内涵呢来看这个孔尚公跟孔尚公有关的各种的文物、哦、那我相信一定是欢喜而来，满载而归、哦、今年啊是黄土猪年、哦、是己亥年黄土猪年啊，如果有这些的内涵好好的迎接2019年啊，真的是黄土猪年行大运，也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恭喜大家万事如意，诸事吉祥，谢谢大家。